很好吃吗？为什么你有我没有呢？妈妈，爸爸也要吃苦。妈妈，吃过粥了。妈妈，爸爸也要吃苦吃。为什么你现在吃吐司呢？我有吃稀饭耶。妈妈，爸爸也吃稀饭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有吃稀饭，我现在很饱了。然后依依不要在沙发上面吃，要坐下来，对，不然你那个坐的地方都会有蚂蚁哦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你跟蚂蚁一起吃饭好了。那个我最喜欢蚂蚁。嗯，吃。我喜欢蚂蚁。你喜欢吃蚂蚁哦？我喜欢吃蚂蚁，吃这个菜。哦。你喜欢给蚂蚁吃海苔哦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蚂蚁肚子饿了。哦，所以你要分享给他是不是？嗯。哦，依依很会分享哎。我每个人都要分享。我每个人都要分享啊。哦，很好啊。那、啊、你又坐到上面去吃了，你为什么一直跑下去、啊？很奇怪呀、啊！我一直跟你说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我的饮料哎、欸。先把皮卡丘拿起来就可以坐红色椅子了。嗯，一先坐红色椅子。啊，那这个我要放在哪？啊，放在垃圾桶好吧？放桌上啊，放那个桌上，因为那边放大白鲨那里，大白鲨先放旁边，对，先放旁边。哇，再见喽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拿哎，不要这样乱丢，等一下我们要跟他一起玩的，要爱护玩具啊。哦，啊，你在骑大白鲨哦。在骑大白鲨，啾呼！来，就发错掉，啾呼！